是谁的礼物？九号是某 C 某猪蛋。哦，不要这个东西，那你初恋他吗？那可以啦。我们拿那个场合问这件事情，你有这个温馨的场合可以问，私底下问就不行了。没有前面，没有前面。或少双飞用得到。哎，你做礼物很好哎。应该是个挂壳吊牌之类的砧板，什么？可以擦，可以亮吗？还不错，超赞的。志祺要去美国，你 open 的，不会就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吗？对啊。你送了一个这么，然后你拿了一个袋子回去，那个四零夜市的名产大袋包小袋。哎，怎么办？大家换废物都换那么认真，大家不会认真的死。卷裤管这件事你就要问家庭兄弟，那个影片多夯啊！七七四没有，我要做了吧？塞裤管，塞裤管，结果是好的。这个心机太重了啦！这个字幕太明显了，请问你要放哪里？这个看不到。哇！沐浴露，这很够费吧？实用啊，实用 ，OK。这是公关。公关品，对对，有公关品没有啊？公关品，香水，怎么会有香水的公关品？好好啊，洗发精，哎，啊对啊，洗发精，等一下帮我签名，我要上网标啊，他是兄弟的东西，他先带，不会，他绝对不会的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我不敢相信，你在抢我的礼物吗？口罩链。只要把它拆开，达美乐的皮来，谢谢达美乐，请跟我们家庭兄弟联络。变态，这次是不是达美乐有赞助？谢谢达美乐。来，没有，请跟家庭兄弟联络。没有，福利多是请跟家庭兄弟联系啊。这蛮好的。好，谢谢。一张就能翻个大现场。好了。小六啊。
家的东西 ，IG 请追踪这里。除了。高伟哥，相机收起来。友情们的总工是请跟家庭兄弟联络哈。哎，有需要全世界去规划吗？里面穿的这件衬衫吗？有，好看，好看。就是他就是特别选这件衬衫，是因为有符合那个名词的 style。来，大家快点，开始，比手画脚开始。爱你。他说什么？他有觉得是爱你。他前阵子有拍一个短片，音乐就是还蛮洗脑的，对，很魔性这样子。大家想要跟他跳吗？要，想开心，大声一点，我想开心，要看现场。我觉得真的到高雄可以去他们店走，是男女装周游之外，他们还有跟旧派联名，然后就是地下室有一个打电动的地方，我觉得那个空间还蛮酷的这样子。哎，就是那个地窖的老板，忠孝敦南附近，家庭兄弟有拍一部影片《抢救古着店大作战》那一系列，我觉得还蛮精彩的，在第二集。而且还会有第三集哦，检查了几个忠实顾客，我是他最后买到人家，他在等，买到变 VIP 的，等我吗？买到变店员，南部 GDP， 南部 GDP， 找我买东西，买不到东西就 call 我买东西，没有，你自我介绍完了吗？介绍完了，我叫你的工作啊，工作没有什么特别。刚买特别就是努力赚钱，然后努力买东西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下一位，对，就是外赫亚迪啦，他很优秀，年轻有为，他喜欢什么就追求什么，说冲就冲，这个个性很符合南部 local 的个性。我也在古着店上班了，我觉得他在街拍上面，对，是街拍，对，很多作品很棒。他的 IG 就是 Owen 嘛，没有什么可以介绍，他是台中的颜值担当，没有。我讲一个最厉害的，他的 IG 竟然没有追踪他女朋友的 IG， 哎，哇，好厉害，这个好厉害，好强，那个我们自己个人的有互相追踪这样子，然后反正就是当社要钱不用钱都找他，希望是要钱的，然后代购找他，认识的那个价格都很。对，很棒。OK， 大家好，我叫维嘉，就是我有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家庭兄弟。家庭兄弟的一定，就是你们哦。谢谢。我可以看到本人，好荣幸。下一个要来握手的，来。他叫凯蒂，然后他也有在经营一些亲子类型。如果有亲子相关的，你也可以欢迎来找我。对，有情人的话，我觉得蛮适合。我最近剪片坐那椅子坏掉，桌子也坏掉，我等下放下来给你。这是我女朋友，她叫朵拉。我们在网络上认识的，看一下也知道我用什么骗他的，知道吗？什么？看不出来。头发吗？对，就用头发。我们在Tinder认识的。那真假的？真的。我们两个就刚好都很喜欢穿搭的东西。他叫西瓜。他叫什么？你给你妈看。哇！结果维婷没来。哇！好，我们现在为了你，就是打给维婷的。高维婷。给维婷的，是不是现在很糗？然后还在等。高维婷，他没有接，没办法帮你圆梦这样子。那你昨天会给我的5000块，我再还你。没有，就是 Vogue 吗？哦，还要先套话。来，有男朋友可以讲，可以讲，可以吗？哦，他是 Bella， 然后他在 Vogue 工作，所以如果你有办有一些 Vogue 的大活动，他可能都是我会出现，他会出现，因为他是工作人员，时装周啊 ，Footwork 啊，城市野营那里都有，有，对，都有。他男朋友是四七，本来今天会来，对，四七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是谁。Hello， 耶，对，大概就这样，好棒。你是不是用这样掩盖秃头之类的？对，没有，他没有秃头，他没有，我没有秃头啊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哎，那我们要走喽，谢谢 ，May， 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有没有声音？刚刚他们两个真的
太调皮了，因为有玲玲可以一起玩。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好久没有参加这种认识新朋友的场合，还不错啦，希望明年也还有这样的活动。刚刚去参加完那个活动真的很累，现在已经11:30了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又来住这个大昌九和，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是大双人床，那我就简单开箱一下，因为现在真的很晚蛮累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有瓜仔要一起睡，这个宽度应该是可以吧。接着是这次有两个沙发，这边有个大书桌，我觉得这个书桌比较好。上次你说纸鹤吗？上次的书桌后面那个椅子看起来比较旧，这次书桌看起来比较好。那我们刚刚去超市凯蒂买了400多块，不知道买什么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电视啊，所以它就是后面是床，然后这边是电视，这边是就跟上次一样，它是另外一种干湿分离，后面是浴室，然后这边是厕所，这也跟上次一模一样，那我就不多做介绍，讲得有够快。好一起，你说话好乱，大家都在聊天，没有吃什么东西啊。然后很感谢 May 跟小豆他们办刚刚那个活动，对，很用心。跟西瓜跟妮妮一同吃生日，是吗？他们两个同时生日吗？嗯。先开地瓜片好。乐色的地瓜片还不错，就是算好吃的地瓜片。结果吃了葡萄的，不知道，很像麦茶的东西，忘了，不知道怎么讲它的名字，反正很像麦茶。小孩子喝的是吃的这个橘络。为什么忽然想买温泉蛋？我本来以为会买饭团还是什么。那我先讲一下刚刚的事件，为什么会拖到有一点晚呢？我车子是停在露天的停车场，缴完费之后，我回到我车子的时候，发现我车子左手边另外一台车在前面站一对情侣。那对情侣就说：“旁边是你的车吗？”我还想说啊，干怎么办？是不是他的车门打到我车门，还是哪里敲到？我想说完蛋麻烦了。然后他就说他发现他们车顶上面有大便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有被喷到一点大便，而且他觉得大便很臭，他怀疑是人的大便。干超屌了，怎么会有人的大便在这里？我去看他们的车上。不知道啊，我去看他们的车上大便是在他们开车门那个门缝，所以他们很尴尬，他们不能开。啊，我这边呢是在窗户还有车顶有一点点而已。他们就劝我说，就你可以擦掉就好，但是他们已经报警，他们要等警察，因为他们咽不下这口气，他觉得这个丢屎磨人，他以后可能还会继续丢屎。他就是为了赌一口气，一定要把他抓出来。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要在凯蒂他们，凯蒂在一个地方淋雨等着我，所以我要赶快再开过去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不然我留个联络方式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下午再跟我讲。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还好，自己擦就好。我忘了讲，他们说很像人的大便的时候，我还真的去闻了。我想说，真的是吗？说真的，如果你要丢屎，应该不会丢那么少屎。应该说，如果你要丢到同时两台车都中，而且量又很少，那很难。可是他怎么丢？他丢的是液体，便秘应该是不能。是很像那种很像蟹膏的类型。因为便秘就不能丢像打球，便秘丢的是巧克力豆那一种，好恶，所以我就真的去闻了，一闻我就有一种牡蛎的腥味，很像在渔港会闻到那种腥味。我就跟他们叙述这个味道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，他们可能想说我既然敢这么近，因为我是整个鼻子贴近靠进去，没有啦，而且我还闻两个地方，因为我车子不止一个地方碰到。戴口罩怎么闻？我闻完之后，那个男生问我说：“你有什么感想？”我说：“很像渔港的味道，来自大海的气息。”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两三只鸟经过的时候同时大便下来，因为我觉得你要同时砸中两台车，你要撒的范围很大，这样你两台车应该都要大面积一点一点一点的。可是他们的车上是一大块，我车上也有一部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啊。反正闻起来是还好，只是我在那边擦我车子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还有呢，我们这次的住的这饭店，我们是有订早餐的，所以明天早上我们要去健身房。不要，我不要去健身房。所以明天早上我们会去吃早餐。好像有传言说大昌九和的早餐不错。好了，那明天再来看那个早餐长什么样子吧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洗澡睡觉了。晚安。晚安，明天见哦。早安，我们来吃早餐了，比下没有我想象中多。好啊，那我们先赶快吃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吃。我只点了一个卤蛋，因为有蛋仔面，快去旁边有卤蛋，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卤蛋拿来吃。蛋 OK 啦，好像有点牛奶。其实蛮少吃到这么长的培根，因为培根都切得很碎，还不错。然后我们吃烧麦，烧麦比我想象中好吃，就是猪肉味还不错。因为很多烧麦都没什么猪肉味。然后这个是有点像德国猪脚，猪脚不通通，没什么味道。然后就是那萝卜糕。有点松散口感，但是我觉得整个调味跟油葱的味道。
很薄。妈妈，那我讲一下欧姆蛋。喜欢吃一 banana。它欧姆蛋里面。绿豆绿豆。哦。还不错嘞。你看，每次要说还不错。我说它看起来还不错啊，我觉得中间可以再深一点，而且切出来蛮浓，这应该是凯蒂喜欢的，不是我喜欢的。麦片旁边呢有坚果，一碗一碗，不知道坚果拿来配什么，配牛奶嘛？因为那个麦片就拿来配牛奶啊，坚果也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把坚果拿来配黑咖啡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温泉蛋，我觉得温泉蛋没什么味道，热狗跟薯饼，普通薯饼，薯饼。麦片蘸蘸，对它炸的不会很油腻，很酥脆，然后也不会太干，薯饼不错。好圆哦。它半熔蛋很圆，它应该是用那个容器煎的吧？它就是有一个圆形的东西，对，然后把煎蛋的咔咔咔加进去，然后它就变成很圆形的。我觉得像这种圆形的蛋，只能在吃汉堡的时候吃，因为它会把蛋白弄得很厚。我觉得为了做汉堡，这样是 OK， 可是单吃就觉得蛋白太厚。这种牛奶看颜色乖乖，喝起来才发现它是有咖啡，因为我们是用咖啡机的这个牛奶，所以大概是管线没问题吧？差一点。对，变咖啡牛奶，差一点给高尔克。蒸蛋有蛮少，有人用叉子来吃蒸蛋，我也没有用过。它里面就是有香菇跟蒸蛋，所以整个都是香菇味。我把你的头上有一百个香菇。好，那我来下一个切入。它其实就跟一般的饭店早餐蛮像，因为它有点瘦的那个区域有一些配料，然后还有一个担担面，然后还有面包区，还有像沙拉区，其实就跟一般早餐没有差异太大。我就整体切起来就是普通啦，中间偏上一点，所以特地要吃到福地啦。但是它变了，爸爸，我吃中等。没关系，我不要吃中等。那不是说人家要吃那片吗？好好，我等一下再吃。要说等下要吃，然后你刚才又说我不想吃，但是要说等下要吃。我要碎碎念。好了，那我就先继续吃早餐，因为这里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吃。好奇怪。你香蕉是吃第二条吗？我是吃第二条，但是每次是空气才吃。你觉得香蕉很好吃哦？对。哪有人来这里？我有个眉毛的。好大的眉毛！哪有人来这里吃香蕉的？现在十点整，他们真的在收哎，东西都拿走。好，那我们吃完早餐啦、啊。然后我刚刚忘了讲，昨天我们刚进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凯蒂要去上厕所，她发现马桶底部有一点点黑黑的，她就想说那可能是脏污，她就冲水看看，结果一冲，哎、欸、就被冲掉了。所以我们就强烈怀疑她是大便，可是她只有一点点呐、啊。啊，想说还是讲一下好，就跟他们说以后可以改善这件事。然后柜台也是觉得很抱歉，所以她就跟我们说，她愿意帮我们换房间，可是她觉得已经时间蛮晚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12点了。她说不然的话就是可以帮我们再延长时间，她就帮我们延长了2个小时到1点，房间退房是11点，我觉得11点。退房是有一点早了，因为像我们刚刚吃完早餐是10点嘛，那回来整理怎么那么爽？等一下，我回来整理一下就要走了，我觉得有一点赶。对，因为就像我之前住的饭店，最早退房也是11点半，没有11点退房的，因祸得福嘛，就是现在时间比较浪啊，就像现在12点，那我们就差不多整理完了，可以走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片，记得订阅，我们不要错过。我们是家庭兄弟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You can't put it on yourself. 我叫维嘉，然后我是哥哥，我已经才是弟弟。哦、oh. ，然后我有在经营那个 YouTube， 知道吗？他谁啊？等一下，现在的那个，我在手机上面看到那是你哦、喔。再动一下，对吧？你都是黑的。我你那个，我觉得我学不好。你可以去看看，你可以去看看，不要，快点啊！小东为你做过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情。每天做事情，每天什么不要做都给他就可以了，就是爱也不用讲话，是吗？就是 Hey Siri， 对，这么好哦，到这个程度，要好好学，太难了吧？好好学。Santa, I've been good this year. Make your list and check it twice. I'll leave you a note right here,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.Christmas. I just
just one of us.